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7 角色的试用阵容。警员站起来了，击破队踢同协族，封铁 2.7 官方轻定色后含金量，警员免费送。据爆料，星期日的试用阵容，星期日加警员加庭云加娜塔萨，这也是官方第一次限定五星试用里面带另外一个限定武器，所以官方认证警员要站起来，然后就是忘归人试用阵容，忘归人加机子加加拉赫加佩达，这也就告诉大家击破队踢掉的是同鞋组合。 2.7 UP 周天哥，但是现在连试用阵容都不得不塞一个现武警员进去，没有警员的玩家都不知道抽来干嘛，有警员的抽了也比不上飞营，突出一个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按照游戏规律，未来可期的角色未来抽，那么周日哥的流水就很尴尬了。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赠送五星警员，至少新手玩家和没抽警员的玩家都能够体验周日哥的强度，所以大家节奏带起来争取一下也是可以的。